总 Jonah。这个大家都知道，张艺谋导演是全球的影响唯中国大陆唯一一个拥有全球影响力的电影大师，所以呢这是我们未来的征程以后会有逐步的东西跟大家发布。最后，其实26年以来，我代表导演说哈，张艺谋导演30年的创作，今天大师的地位，离不开在座的媒体朋友以及没有在座的所有媒体朋友的帮助，今天呢，我们就请上几位媒体的代表来接受张艺谋导演的谢意，有请媒体的代表。